sexy Chinese art. These days, it's hard to imagine that Chinese art has ever been anything else. Art is big business in China now, but it wasn't long ago that the country's big leaders were the only thing in Chinese art. 这个小的时候没有，但是近几年吧，我像我这小时候要有雕塑，像毛主席像或者什么那些什么领袖了，或者是这些民族英雄，或者是这种就是解放军什么这种，以前就像这种东西，就是纯哎呀纯是艺术人才能觉得去看的这些东西，去搞的这些东西，好像都不能说展示在就是说大众大庭广众之下。 可以说比较性感吗？比较性感北京吗？以前也性感，方式不一样，现在跟直接。中国吧，一直都特别保守。为什么艺术家让你看一个人的身体？这是最真实的，就是人，你身体骗不了别人，你可以说话骗别人，眼神骗别人，但身体永远就真真实实长成这样。It makes me wonder. What inspires an artist to cut right down to that naked truth? So I'm headed to Beijing's avant-garde art district to meet the Siberian butterfly. I've heard that this true master of the art of Chinese paper cutting has a provocative new take on an ancient folk art. This is my舞台，我可以在这上面尽情的跳舞，我可以在这上面畅想，这是我幻想的东西，我在这里面可以飞到月亮上，我在这里面可以恨，可以爱，这是我的自由空间。 我叫西伯利亚蝶，因为我在西北，所以我们那里空气特别冷，但有时也传统保守。我好像那种冷空气，好像那世俗的环境，好像西伯利亚的空气跟我的翅膀冻僵了，我没有办法飞起来，所以我叫西伯利亚蝶。但现在飞到北京来了。 The Siberian butterfly lives and works in Songzhuang, inside the courtyard of an independent film archive started by Li Xianting, one of China's pioneering curators of contemporary art. Around here, they simply call him Butterfly. He works as a security guard, cook, and groundskeeper for the archive. And when he's not doing that, he carves out time for his paper cuts. 15岁的时候，我妈妈也剪，我们村里有那小脚老太太，这么小的脚，然后他们就是剪这个天花板，那种图案，然后我就这么一看，他们这么怎样搭剪子，手这么一转，哦，一个图案就出来了，我然后记住，回去这么一练，哎，我感觉挺容易的。春节的时候，后天过年呢。 今天晚上，村里的妇女就我在炕头上，还有老奶奶，还有妈妈，还有巧媳妇，都坐在一块剪呢。然后到明天过年了，今天晚上，这窗户上都是白纸，然后贴上五颜六色的剪纸。第二天天刚一亮，太阳一楼太阳刚照进窗户的时候，从里面感觉哦，跟春天一样，有红的，有绿的。 特别好看。你们老家到现在过春节还是这样吗？还是这样过吗？变化很大，因为现在这个窗户都成了玻璃窗户了，没人贴纸的了。这种剪纸，这些老太太基本上都去世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拿这些非常现代化，还有有同志，还有有感情？
的这些内容，什么时候开始放在你的作品？我原来都搞的是传统的东西，比方像谁家结婚啊，剪喜字，老人过寿啊，还有孩子过满月啊，我都做的是传统的。但进入我的生活是当我有了孩子和我有了朋友的时候，因为跟孩子在一起的那种生活让我特别有感觉，生死离别的那种那遭遇对我感触很深。Like most gay men of his generation in China, his adult life began with marriage, then children. This is a 喜字，是圆的，圆的表示圆满。然后这里边有个孩子，在石榴中坐着呢。因为那个时候十七八的时候，也没想过。父母让结婚都结婚吧。It was about 10 years ago, in the solitude of raising his disabled son, that the butterfly found a new life. And this one he carved out in paper. 我的孩子是残疾的，就没有办法走路，那我希望他飞起来。我是一个男人，又困在这种环境里，我没有办法飞起来。因为我原来在家里跟人不怎么接触，你知道吧？我都是我跟孩子在家里，所以我经常也不出门，这别人也不知道，所以相对来说还比较自由的。这就是，即使有人看到，他们也看不懂。他们只能看到这些，哦，有花鸟，哦，桃子，葫芦。哎，我们那边的老头子，冬天穿的这个，棉裤，知道吧？挺笨的，戴了个那个，就是那个啥，白毛巾。然后就这样唱，亲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就那个就那样唱。我小时候看到的，因为我们那地方是红区，唱这个人比较多。什么叫红区？就是革命的地方，延安呀，对吧？知道延安吗？嗯。这毛主席在延安十三年啊。毛主席在延安十三年，屠窑洞里灯火映红了天。今天心情还可以。我上初中的时候就知道。我有时自己也认为自己好像是个流氓。到北京来以后才知道，哦，这种人竟然这么多。北京这种大环境也挺好的，很正常，连医生都说很正常。你干嘛要去改变自己？当时有一种自卑感，但有时候还很困惑。但自己还仍然是这样流氓，还是这么痛苦，没办法改变。最后我现在才感觉到，这是人的一种本然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没有必要自卑。
好的。After getting to know the butterfly during these days in his intimate workspace and through his paper cuts, I think that perhaps it is by seeing the world through his paper cut glasses that the Siberian butterfly is able to bear the hardships that life has dealt him and fly. You're新感素飞。